自全球都在反复迎接我祝你的降生。你来在世间是救赎罪人，你来在世间是拯救绿化，而不是毁掉绿化。主啊，你本在天上与上帝同尊同荣同等同坐。主啊，你为了遵行父神的旨意，道成肉身，借着同一尊女玛利亚所生来到世间，完全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罪人原来是本该死该灭亡的，却因着你一人因信得称义，成为你的你国度的子民。主啊，愿主你带领我们，你帮助我们，你也引导我们。你来在世上给我们带来了温暖，你来在世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你来在世上给我们带来了和平，你来在世上给我们带来了永生。主啊，我们应当诚心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下午不是全球以上凡奉你名聚会迎接我主诞生的敬拜和唱，都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愿你临格在每一个敬拜的场所中，你托住讲台的供应，你祝福为你做见证的出口，你圣灵充满和高摩，使那些为你做见证的出口经过你的祝福都能滔滔不绝，按照正义分解的真理道路片左右，使一天天悔改的人说加增在各个教会中。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中国，恩待我们中国，怜悯我们中国，你使我们中国的君王和百姓都能归向你。愿你是掌管执政掌权的，有怜悯和怜悯的心，求你掩面不看世人的罪，愿你是灾难减少，瘟疫退去。求主你也祝福我们的中华大地，愿你使我们的中华大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愿你祝福中华大地成绩四等的天。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旧的一年将近要过去了，新的一年也即将要开始了。上帝啊，你使我们在旧的一年当中的一切过患被你隐藏在你十字架背后，把我们的罪孽都揣在身的投在深海之中。愿主你们在新的一年都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向着主的标杆直跑，努力向前，不偏左右。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主啊，我也奉你的名把我们的高等教会交托给你，求你亲自领个在中间，亲自举手为掌握权，亲自在这里高举十字架，能吸引更多的人归向你。因为我们的高等教会是你祝福的地方，是你喜悦的地方，你允许在这里建造万人祷告的殿，就求主你在这里高举十字架，使那些没有信靠你的人被吸引在你的国度，也求主寻找那些失迷的，寻找那扶持那些软弱的。愿主你在这里高举十字架，照亮这四周，也求主你祝福教会的领袖，你给他聪明智慧，给他属天的看见，也使他身心健康出入蒙福，你使他有能力和智慧被圣灵充满和高摩，能以把羊群带好，带到你回我的操场和安全的水边。也求主保守怜悯，什么高庄教会扩大失败的账目，各样的事工交托给你，求你亲自领个在这里，你使每一个参加事工的弟兄姊妹都得着你的祝福和保守，都都得着你的怜悯和赏赐。愿主你使他们撇下家中的忙碌，奉献上自己的身体和时间，就求主你大大的祝福他们，保守他们，怜悯他们，祝福十班，因为十班是精明，是在前面吹号的，就求主大大的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的家人，祝福他们手中的工作，使人把时间和真心摆在你的面前给你使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主你看顾怜悯今天下午的敬拜时间，由你的出口为你做见证，你圣灵充满他，高摩他，使他大有圣灵的能力，像当时使徒们一样将主的经上的信息传达出来，什么来到你面前每一个肢体像当初的玛利亚那样坐在主你脚前聆听你劝言，这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夺去的。愿主你亲自在这里走来走去，你也接近我们敬拜的合唱，你把我们这个教会五前五后五左五右三纲放哨全篱笆禁止恶人脚步，禁止魔鬼撒旦，禁止那小狐狸来干扰你的葡萄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余下的时间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愿你亲自在这里分别为圣，分别使用。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门。好，请坐。